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，其疆域北至河北南部，南抵湖北北部，西起河南西部，东至河南、山东、安徽三省交界处。夏朝的开国之君是禹，一共传承了13世，大约471年，大概是在公元前1600年，夏朝被自己的方国商国所灭。商朝是继夏朝之后又一个奴隶制王朝。根据《史记·吴起列传》记载，商朝的势力范围远远超过了夏朝，其疆域西起陕西，东至海滨，北抵辽宁，南达湖北。由于商王朝实行的是残酷的奴隶制，加上贵族奢侈腐化，一步步走向了衰败，最后被发展起来的周国所灭。周武王建周以后，为了加强地方统治，实行分封制。根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周武王一共分封了71个诸侯国，加上商朝大大小小的归属国，一共有几百个。到了西周末年，随着皇权没落，诸侯崛起，他们各自为政。期间实力较弱的诸侯国被吞并，只剩下了100多个。至此，诸侯之间开始了长达300多年的大国争霸战争。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为春秋时期。到了战国时期，大国争霸战争演变成为残酷的兼并战争，通过战争剩下了战国七雄。公元前230年，秦灭韩；公元前228年，秦灭赵；公元前225年，秦灭魏；公元前222年，秦灭燕；秦灭楚；公元前221年，秦灭齐。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。就在这一年，秦王嬴政登基称帝，开创了帝制。可惜大业不长久，由于秦始皇穷兵黩武，滥用民力，加上赋税沉重，致使农民起义军遍布全国，最后大秦帝国为刘邦项羽所灭。秦的大业仅仅持续了20。项羽作为灭秦头号功臣，他学取了周武王搞分封，把刚刚统一的中国又瓜分成了18份，致使长达5年的楚汉战争最后由刘邦获胜，建立了西汉。西汉末年，外戚专权控制皇帝，最后由汉成帝的表兄弟王莽篡汉，建立了新朝。可惜新朝只持续了14年，最后由刘邦的第9世孙刘秀复国成功，建立了东汉。东汉传了14帝，享国195年。东汉末年，宦官外戚交替当政，政治腐败。公元184年，黄巾军起义爆发，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，逐渐形成了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的局面，三国之间打得你死我活，中国又进入了分裂时期。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了40几年。后来曹家的权臣司马昭灭蜀，司马昭死后，他的儿子司马炎篡位称帝，建立了西晋。后来他又灭了吴国，统一了中国。到了西晋中后期，也就是大概在公元299年，发生了世界上有名的八王之乱，不仅导致了西晋亡国，还酿成了近300年的动乱。八王之乱爆发后不久，也就是公元308年，匈奴开始了自己的灭晋历程，于公元316年攻克长安，西晋灭亡。至此，中国进入了长达300年的大分裂时期。公元317年，由于北方被少数民族控制，西晋皇祖司马睿只能南迁至今天的南京，建立了东晋，其统治范围只限于江南地区。公元420年，东晋权臣刘裕带晋建宋，东晋灭亡，南方进入了南朝时代。我们把目光切到北方，西晋灭亡以后，北方有5个少数民族接盘，后来他们在北方建立了16个国家，史称5胡16国。到了公元439年，鲜卑拓跋氏统一了北方，建立了北魏。至此，北方进入了北朝时期，与南方汉人建立的宋并称南北朝。后来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。公元550年，东魏权臣高阳代魏，建立了北齐，东魏灭亡。公元557年，宇文觉废西魏帝，建立了北周。公元577年，北周灭北齐，统一了北方。公元581年，北周权臣杨坚代周建立了隋朝。
我们再来看看南方，南朝历时100多年，历经宋齐梁陈四个朝代，最后被隋朝所灭。至此，隋朝统一了中国，结束了长达300多年的南北分割局面。隋朝只传了二世，约37年。后来由于隋炀帝不体恤民力，又打击贵族，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，贵族也趁机发动叛乱，中国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。公元618年，贵族出身的李渊在长安建立了唐朝。后来唐朝大概用了10年的时间统一了中国，唐朝共传了21世，历经289年。到了唐朝中期，爆发了安史之乱，直接导致了中晚唐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的局面，唐朝走向衰败。到了后期，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，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。黄巢手下的大将朱温降唐后，又篡唐称帝，建立了后梁，至此唐朝灭亡，中国进入了大分裂时期，即五代十国。五代就是五个朝代。唐朝灭亡以后，中原地区相续出现了五个政权，分别是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和后周。公元923年，后唐灭了后梁。公元936年，后晋灭了后唐。公元947年，后汉灭了后唐。公元951年，后周灭了后汉。在中原之外，与五代同时存在10个割据政权，与五代统称五代十国。公元960年，后周大将赵匡胤黄袍加身，篡周建立了北宋。宋朝用了10几年的时间，统一了大半个中国。后来由于外族入侵，官吏腐败，北宋开始走向衰败。公元1125年，晋灭辽。2年后，晋军趁胜入侵北宋，南下攻克了北宋都城东京，掳走了徽庆二帝，立主和派张邦昌为傀儡皇帝，建立韦楚政权。至此，历经167年的北宋灭亡。金人撤走后，张邦昌退位，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今天河南省商丘市继位，史称南宋。金人听闻以后非常气愤，又大举入侵。赵构一心求和，他杀了主战派岳飞父子，以纳贡称臣为代价，换取了淮河、大三关以南地区的统治权。到了南宋中后期，政治腐败，国家走向衰败。此时漠北草原的蒙古开始崛起。公元1234年，南宋与蒙古联手灭金，金被蒙古吞并。第二年，蒙古入侵南宋。公元1271年，蒙古可汗忽必烈建立元朝。公元1276年，元军攻入南宋都城临安，南宋灭亡。元朝一共统治中国97年，由于其内乱不断，不到100年的王朝换了10几个皇帝，加上民族歧视，致使民族矛盾激化，所以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爆发了。最后由朱元璋领导的红巾军推翻了元朝的统治，建立了明朝。明朝一共传了16个皇帝，享国276年。到了后期，宦官专权，君王常年不上朝，政治腐败，致使农民起义不断爆发。就在明朝走向衰败时，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。公元1616年，努尔哈赤割据辽东，建立了后金。努尔哈赤死后，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，于1636年改国号金为清。公元1644年，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，崇祯皇帝自缢而亡，明朝灭亡。不久，明朝大将吴三桂降清，并引清军入关，赶走了李自成，清军接盘了明王朝的地盘。清朝一共传了12个皇帝，共296年。到了中晚期，由于闭关锁国的政策，错过了转型的最佳时机。到了后期，远远落后于得到全面发展的西方国家。1840年，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，至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紧接着湖南、广东等15个省宣布独立。1912年，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，清帝溥仪宣布退位，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此灭亡。